为了响应国际扶轮全台12地区发起铲除外来树种迎合欢计划，这一次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活动，特别使用这种木材来制作成完赛奖牌，希望可以为台湾的环境保护尽一份心力。为了响应国际扶轮全台12地区发起铲除外来树种迎合欢计划，这一次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的活动也特别使用这种木材来制作完赛的奖牌，希望能够多少为台湾的环保保护尽一份心力。那我介绍，我们今天是第10天，我们从关山车站一路跑到花莲玉里家埔，总共44公里。我们今天有完赛的跑者有哪些？请帮我们前面入列，我们要完成今天的颁奖仪式。而迎合欢树本身是外来种，在台湾排他性极强，又没有天敌，霸占原生物种生存环境，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生态。我们会给他一枚这个迎合欢根除计划里面所做出来的奖杯。处于疫情下的台湾，不但整个社会的经济节奏急需重组，除了降到2级解封后的每周六日在台北的丰贵嘴戴着口罩跑步以及金山万里的日常训练团外，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在今年的活动上注入更多的新的元素。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